速还真。易小钗，还真。小钗，真。钗，真真。你到底有事没事啊？没事，就是想你。那你先等我梳洗打扮一番。不必，今日来是因为五龙峰有变，生灵突发，我特来请你和我一起去请中原第一爷野叔出山。此事我看难办。此话何意？据我所知，一叶书前辈最近正在天佛原乡秘密修炼。一叶书前辈苦心修炼，真乃武林之万幸。老板，一份大炒饭，两个卤蛋，三个水煮蛋。我擦你满头的蛋还吃蛋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哪三教顶峰再出，是否可以化解武林危机？那三只老玻璃啊，不是三只老狐狸，最近闹感情纠纷，我看功力大不如前了。听说最近噼里啪总有人膝盖中箭，好友你可一定要小心。是啊，之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说膝盖重，直到我的膝盖也重，所以我才买了一座藏宝箱，准备送给好友。那我记得光天化日无耻。好友此话正是给力，给力不给力，不由给力。美女我来了。死鬼，叶叔才刚走你就来了。我和那两个基佬你不能再有话，否则影响我佛门第一直男的光辉形象。这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我也是男。坑爹呀，人类已经阻止不了搞基了吗？杀父未必直，斩基非斩人。